今天是被迫用原相机的一天。好，我们现在从青岛飞长沙去，是干什么？能说吧？应该可以吧？去录快本。可以说，因为我们这个放的时候他已经那个了。难得的出差，我现在满脑子已经是小龙虾了。现在我落地已经是半夜了。还好吧，也就12点，你平时12点睡了。哦，睡了，你在污蔑我什么？我可是一个睡眠的人。对呀、啊，没有，好不好？我们12点半落地，我们到酒店1点钟了。哎，你的睡眠是晚上可能10点钟就睡觉，然后半夜1点钟就醒了。有同款吗？请问？同款。但是，我最近有在喝中药了。在调我的睡眠。好，我的今年的生日愿望就是希望白慕言可以每天都睡好觉。啊，好感人啊。谢谢你，好大的一个愿望，真的。那你可不可以许一个祝我暴富？我可以不睡觉，但是我必须发财。好了，就这样甩的。行了，就这样甩的啊，拜拜。你也不给我调调光，你让我用原相机，你还不给我怎么了？你看我用原相机也很好，求命啊！哎，我刚举着对他拍，他说他不好意思，那行吧，我们就这样说话吧，你唱呀。他嫌我刚刚他唱歌那一段没录进去，可惜了，只有我一个人欣赏到了他唱《水星记》，你要不再来两句？你宁静，你何其可寻？看着你皮肤纹理，走过曲折生命，做个梦给你。听得见吗？我耳朵里都是。听得见吗？这个姐姐的声音。没有多远才能进入你别唱。你的心。他生气了，你上吧，你上吧。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？好了，行李来了，拜拜吧，拜拜，拜拜。Morning， 昨天到底吃完了小龙虾以后，试完衣服就睡了。我们现在去台里化妆。我好黑啊，我最近又黑了。不黑，这个原那可能是这个原相机显得我特别黑吧。这个原相机啊，是原相机，很白啊，这里面看着。一会儿化妆时候见吧，拜拜。就这样色了。吃饭啦！我心心念念的八宝呀，番茄炒蛋也是好吃。台里好贴心啊，每次都会送好多好吃的，你知道吗？台里附近有一家卖什么的粉，卤煮吗？卖卤煮，超级好吃。但是因为我今天要吃这个八宝鸭，我就没有点那个外卖。等晚饭的时候，我想点一下。刚刚
好吃吗？小炒肉好不好吃？辣椒炒肉。都很好吃。来拿铁。要用要你把那个打开，把它挖进去。啊！又来拿铁 ，YYDS。但是你最喜欢的不是生鲜乌龙吗？我都喜欢，成年人不做选择都要。人家都是放闺蜜的照片，那你放我啊？干嘛装没听见？这趴可以结束了。一、二，那你每次的八宝鸭？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反正来我就保证你八宝鸭啊。好了，没事啊，谢谢谢谢，辛苦了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嗯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有事就说话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有事就说话。每次来都是他给我送八宝鸭。这不是光的问题，这就是原相机的问题。要调亮一点的。来，这个光。嗯，好了。好了啊，好了呀、啊，我们马上。好苍白，我马上要上台了，然后每次来录快本都好开心。录综艺就很开心。希望大家都在期待我这个视频发的时候应该会播吧，对，希望大家多期待快乐的莹莹，然后好了我要走，拜拜。一圈一圈快乐没终点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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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在大世界守护着小小的永远。 Hello，刚完半杯茶颜悦色，不想浪费，好好喝。发两个宝格，我们现在已经录完了，现在要赶飞机回去啦，很开心，又是开心的一天。就是现在手有点抖，具体为什么抖，到时候你们看节目就知道。举着手机的手在颤抖。他今天吃了好多、啊，我还好吧？你晚上点那么多外卖，我都一口都没吃。哇，你前面不吃的跟猪一样吗？我前面不就吃了一碗面吗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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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。我们的飞机又延误了，好像每次出差都在延误。嗯，我们几点落地？12:30落地，1点拿到行李。2点到家，卸妆洗澡，3点睡觉，8点起床，5个小时，5周年只睡5个小时哦。又买了一杯生鲜乌龙。来长沙，不喝一杯茶颜悦色都觉得白来了。最后给茶颜悦色一个建议，就建议你们开到北京、上海。求求了好吗？啊，那这一期 vlog 就到此结束了，希望以后能常来啊。
今天真的很开心。我打板。这一期是非常不自愿的用五月相机拍的一期，我希望你们发表真实的，就是什么评论，说一说这好不好看？看我这个，多好看呀！法令纹，天哪，救命啊！这麻皮皮多美啊！好好看啊！拜拜。